Lights Camera Singapore 特别呈现 Stories for SG。故事的主角竟然是一辆折叠式脚车，你是最棒的！反映人类的另类创意剧集《天涯沦落轮》。我是一个晚班司机嘛，他们带来了奇闻趣事，发现有一个女孩子穿红色衣服，与你分享驾驶生涯所经历的精彩故事，驾驭人生。来吧，穿梭本地八九十年代最经典的电视剧，只为了圆一个揪心的心愿。拿手好戏，大家好。当名人的孩子齐聚接受挑战，我们可以正式开工了吗？我们换好了。接下大人职场工作的他们，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？小小打工仔，Stories for SG 推荐，每逢星期一至三晚上10:308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 Stories for SG 视频。